月十一日，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、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副主席邓飞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，谈及前一天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宣布解散一事，邓飞表示，这对于香港教育界乃至全社会都大有好处。它好的一个地方就是什么呢？它可以正本清源啊！怎么正本清源呢？因为教协过去来说，它最大的问题就是，它是用教育的工具来做政治的行动。这是他最致命的，他经常是用教育的术语、教育的政策工具，包括课程、考试、教师培训等等等等这些东西，啊，来去包装、去掩饰着他的政治的行动，所以的话呢，他的欺骗性就更大，包括对社会的欺骗性，以及到对于老师和学生的那个负面的榜样作用就特别强。邓飞坦言，无论站在社会、家长、学生的角度，对老师都怀有天然的信任，而教协作为所谓维护教师权益的团体，将这份信任变成可乘之机。近年来，教协频繁通过偷换教育概念、粉饰政治目的、误导大众判断，乃至在社会事件中煽风点火、推波助澜。2012年反国教事件，2014年违法占中，然后的话呢，到2019年的黑豹啊，都有它的很强的一个影子在里面。第一是政治文宣，我刚才说了，用教育来包装政治，啊，变成一种政治的文宣，变相赋予了一种极端政治行动的一种教育上的合理性。第二方面的话，我刚才说了嘛，它其实就做一个组织动员，包括对老师或者甚至对学生的一种组织动员。当战中爆发的时候的话呢，教协就包一些大巴去组织学生去现场，它是包装的很好看、很好听，叫什么呢？我组织学生去现场学习，三场大的政治行动，他都有参与其中，有推波助澜。邓飞评价教协诸类做法与违法达义实为一体两面，而其在2019年修理风波中的表现，更与自身职责背道而驰，见识人心。其实2019年黑豹呢，有一批老师都已经有这个觉悟，就发现不行，你这种暴力行动的话呢，是一种无差别的暴力。那么已经有一批老师，有普通的老师，有副校长，有那些训导主任，直接去直斥其非，去指证这些暴力分子。结果换来的是什么呢？换来的就是在网上被人肉搜查，换来的可能就这些黑衣人冲到学校，把破坏学校，把学校给打得乱七八糟，或者把它涂黑了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教协没有任何的反应。教协，你作为一个教师工会，你没有挺身而出去保护这些仗义执言的老师，他完全没有做到。教协此番匆忙解散，令香港各界倍感突然。香港行政会议成员、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日前表示，教协此举或有可能因惧怕警方进一步调查。邓飞表示，倘若其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，危害国家安全，解散亦不能逍遥法外。因为既然是刑事责任，那刑事责任是针对人，不是针对团体的。普通话叫跑了和尚跑不了庙，现在是倒过来，你拆了庙也跑不了和尚，对不对？因为刑事责任从来都是针对个人，不是针对法人的，对不对？你教协作为一个工会是一个法人，法律上的一个法人，但是刑事不是针对法人的，所以你这样拆庙的话呢，如果真的涉及到刑事责任的话，你还是跑不掉。